辣味还可以。哎我去，你可惨了吧，你烂到这样式了吗？没有人，但是开了一半不知道干啥呢，里面黢黑。走吧，吃点别的去。离着前头300米的地方有个我想吃的火辣辣牛肠，吃牛肠。这个118。对。有什么辣？其实对我来说都一样，都挺辣，正常辣。还要其他的吗？要啊，火辣鸡爪38，米肠30，哎，米肠25，要的这个米肠。可是不错哈。辣白菜，萝卜条。是套餐里带的呀？这应该是套餐里带的。鱼饼，我总叫它鱼糕，这也是套餐里带的。香酥牛肉，小酥肉，现在可以吃吗？还是这个锅是熟的啊？然后这些配菜的话，要等它热热再吃。啊，那个铁盒里边是牛肠锅的蘸料，它是个牛肠牛骨牛筋的锅，然后上来里面还有杏鲍菇，可以边炒边吃。这个东西越炒越出油啊，炒得干干巴巴的最好吃。一会儿我给你调小火。嗯，先尝尝筋头巴脑，牛筋儿，好辣哟、哦，辣味还可以。鱼糕这一块的一家，热脆脆。吹点味儿，一加醋就好了。锅往里挪去，齐了是吧？对，齐了，放过去。那我愿意吃这个。都是主食。我在家也好买这个吃，但我会在蘸料里会放一些胎椒圈、糯米、肠衣和猪血，能吃出那个味儿，吃不惯的还觉得太腥呢。第一口会有那种感觉，但吃往后嚼我就不会觉得了。我刚才吃那啥，鸡爪不辣，但是很软糯，一嗦了全掉。挺脱骨的哈。这个现在烤的干了，翻一下子。上学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吃。就是好吃。它越整越一股味儿嘛。哎我去，你可惨了吧，你烂到这样式了吗？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挺愿意吃的。它这个有点像小酥肉，只不过人家是牛肉的。近距离拍一拍，我就说眼角呢，我以为是个啥，我去，大汗珠子。这样我给你留4个。我不用留，你要能吃你都吃的。那好吧，你争取别辣死在这儿。看看这个汗啊，这一盘鸡爪让他一个人吃剩俩了，你能把那俩都吃了吗？不能。你要不都吃了，我还得蘸个打包盒。最后一个跟牛肠装一起吧。好吧。味道好，我才能吃那么多。所有的加一起，我们一共花了199块钱。好吃，拜拜。